美国人的约会步调真的很快，他们第一次约会哦，一定会上床。我一直以为是刻板印象，结果是真的，我吓死，啊，不就正合我意吗？你知道他们约会步调快到什么程度？你上一秒还在 hello， 下一秒已经在 hello。然后我马上就迎来我第二个文化冲击，美国人真的太大了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去美国前，我在打包行李，我就特别的，我从台湾带了两个杜蕾斯过去，结果我到了一个就最重要的那个 moment， 我就拿出了台湾杜蕾斯，然后我发现那个杜蕾斯整个卡在那个美国人的头上下不去，我怎么拉怎么扯，他就是卡在那边。你们有没有穿过高领毛衣，会卡在你的那个太阳上面，怎么下不去，就是这么紧。我觉得这个杜蕾斯根本就不是保险套，是保险帽。